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6日，诗篇73篇28节安尼讲：总是我就跟上帝，是最我的利益。我用主耶和华做我闪避的所在，通乎我讲起你一切的所罪。三个来祈祷，做我闪避的所在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石盘，我要倚靠你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冠台，我的灯牌，我的避难所。拯救我的主啊，你要救我脱离恐怖的，救赎我的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在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主啊，因为患难的日，你要暗中保护我，将我放在你保庇看顾的所在。主啊，在艰难中，你予我快乐；在困境中，你为我开路；在危险中，你予我脱离灾害。总是我就跟你，是最我的利益。我用主你最我闪避的所在，通乎我讲起你一切的所罪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